我是几月生日？八月。我六月。我上一个女朋友叫什么？杨翠花。我会懂那么俗的名字的人吗？我多少斤？那个92斤。好歹100斤以上吧。你等我被我们家老公鸡扭肉。我哪只脚上有痣？左脚。错了。右脚。哎。我哪只脚都没有痣。我最喜欢吃什么？辣条。对了。来花位置。我爸叫什么名字？王翠花。错。我妈叫杨芙蓉。我今年多大了？十八。我的年纪能告诉你吗？说十八都不准，真狠。辣条好看还是我好看？你好看。八十，他又不是个球，在姚公子眼里你是个正方体。我上厕所用左手还是右手擦屁股？左手。右手。一直。错。这球都不对，你不擦屁股。我用土疙瘩擦屁股。哎呦我的妈！